哎呀，你们俩说什么呢？那么高兴，让我们也听一下啊。那我告诉他，你说啥呀？你说，我们没聊啥。这一个让说的，一个不让说的，不好办呐。哎，高夏，那你发句话吧，你说我是说呢，还是不说呢？那你说吧。二比一，啊，那我就说了。我操，别让我丢人了，行不行？傻小子，那有啥呀？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不对？咱过去不懂不知道，那也没啥呀。现在明白了，那不就完了吗？我知道啦，你是说小小急着来报告高夏负伤的事儿吧？我负伤？什么时候？就是那一次，我腿肘了吗？亲妹妹要紧，亲哥哥的呜呜啊，亲妹妹要拉住亲哥哥的手，要说知心话，亲哥哥就把亲妹妹抱在怀里。你想吐吗？我想死。小子就是在我面前扛起了面子，简直是疯了。肯定有事情，肯定是自己的彪子了。彪子值钱？彪子值钱是母子啊，银子。金彪子啊，今天晚上到了住的地方，啊、好好的审审他。那怎么跟审呢？你听我说啊，这儿就是卧龙岗了，这一口气走了30里了，
一会儿吧，这可是设伏的好地方。没错，这里不但不能歇脚，而且要快速通过。高大叔，你通知大家伙拉大距离，准备战斗，迅速通过这里。好嘞。王龙啊，咱俩快走两步，到前面去探探路。行。李副官，在。 山路路途狭窄，地势险要，平时啊很少有马帮和行人走那里。哇，土匪！上！弟兄们，跟我冲，冲过去抢驼子！是。 发兵营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走。刘牧，看什么呢？啊，我在看他们打的怎么样。 Thank you.
想法不错了。给你来一个小想法，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必须迅速通过这里。老帽子小小，走，两副的掩护，是，起来给我撤。走，二十个，买干净，我看清地上狗皮爪子呢。我看我的手脏个脏没有。我说，哎，你真的能干掉十五个？哎，我把你干掉的那些人，全都包成人肉包子。你也想来个孙二娘开店呢？孙二娘算啥呢？我当孙猴子。开的是悟空包子店，你这么叫啊，谁敢吃啊？哎，咋没有人吃？咋没有人吃？让谁吃啊？小鬼子，这包上不是说了吗？这小鬼子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啊！队长。检查了吗？检查完了。没有小日本的黑鬼啊。看这意思啊，应该是盘踞在这块的小土匪。土匪？这又是一个新情况啊。富士山真神一直隐藏在咱们身边，这就决定了，不论咱们走到哪里，小鬼子都会接踵而至的。可是这一次，队长，我觉得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对。而且这个家贼跟富士山真神好像不是一伙的。看来惦记咱们马帮的人还真不少呢。你怎么了？没怎么啊。这刚打了胜仗，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啊？怎么会呢？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哎呀，我只是在为咱们这只马帮担心。你在担心什么？你看啊，这走一走，打一打，打一打，走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啊？你觉得咱们还能到达目的地吗？那就要看咱们的造化了。哎，老婆子，觉得咱这只马王像什么呀？
琢磨啥呢？马帮就是马帮呗，能像啥？你动动脑子想想。我没撑着。他看你，你老毛子，你别逗小小了。他老欺负我，你当队长的管不管啊？管管管，我管他。他在欺负你，我把他胡子揪光，把他揪成秃尾巴老李，啊不，老秃尾巴毛。好你个臭小子，你就这么恨我呀？我这叫一报还一报。小小啊，你是不是想说什么？是，队长，你看咱这只马帮像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只马帮特别像《西游记》当中的唐僧、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一路上师徒四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斩妖除魔，总共经历了7749难，上西天取经。队长，老毛子，你们觉得像不像？反正我是觉得特别像。如果说有人能够把咱这只马帮的经历给写下来，那肯定比《西游记》还好看。还用谁写啊？就你写。我？啊？我不行啊！我认识这几个字儿，还是上部队来你教着呢，我写不了。你可以学呀、啊，等打跑了小鬼子，你就进京城上大学。进京城上大学？啊，我行吗？行啊，我们小小有什么不行的？好，那我一定好好努力，把咱这只马帮的经历给写出来。哎呀，小小子，这家伙我一眼没看住，整成文化人了。咱们小小了不起呀！啊，啊走。你这是夸我吗？啊！咱们这次改道啊，肯定打乱了黑鬼堵截咱们的部署，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的行踪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是那个我们离目的地越近啊，黑鬼就会更加疯狂地扑上来，前面的道路会更曲折、更复杂、更凶险，战斗也会更猛烈、更残酷，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对这一点，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嗯，要让我们马帮里的每个人都做好这种准备。那你打算下步怎么走？挺好的，而且一点都没有发炎，我也感觉好多了。好多了也得听话啊，不然产生反复就麻烦了。嗯，早点回去休息吧。雪晨姐，还有事儿？我不想回去了。想留在我这儿过夜啊？嗯，我想跟你一个被窝，行吗？行啊，只要你爸爸同意，我没意见。
同志，你这咋睡下来了？你有马的母子事，不睡觉干母子。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哎，不，叫你起来就起来。哎呀，你干那个干母子，人家想睡个觉，你都不放，把你的屁声都放完。完了。在路上讲个啥？你忘了呀？路上讲么子啊？你就忘心了，记性大多了。么子喽？想起来了？想不起来。真是猪脑子，人肉包子吃少了吧？这跟人肉包子要么子关系？想想，哎，咱说的，在路上，啊，去圣神坝一转呀。那你还在这里啰里啰嗦的，你干么子啊？马上个行动呐！你就喊，我个拽个拽！哎呀，唱，让你唱唱唱，唱着喊，真的唱个唱啊！让你唱你就唱，家生呆子，你听仔细呀！好。我和猴哥要把你提呀，听到声音你打个应呐，不然我们叫咋样？叫进去，这春进客呀，别个逼死老子了。咋没动静呢？是啊。接着再喊，再唱。别我喊了，还是你让你唱你就唱啊。我是唱个唱不了了。南哥来了。来啊。马爷。马先生，马一转，马呆子，那怎么是什么事？办嘞，闯进去，趁呐，闯进去，啊呀嘞，呀，哎。白占了。这扔到哪里去了呢？他个飞不飞去占个占？他不可能去占岗。你以为他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老谋子小象？那他跑了哪里个的嘞？是啊，他能跑到哪里去了嘞？我也快痒痒的。那昨天晚上人家主动送上门，你又拒绝人家，弄得人家心里怪凉的。现在后悔了吧？不后悔。你还不后悔？那你今天怎么又？今天是今天，昨天是昨天，今天不是昨天，昨天也不是今天。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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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就会嘿嘿。你的那句话，
说的对极了。什么话呀？我对你越来越有感觉了。真的？真的。哎，咋办？哎，不，哎。我以为就是我啊，整个屁神，没想到你也搞那个屁神。这回让你给逮着了啊！我告诉你，我再弄屁神也比你结结巴巴的好啊！你烦不烦？烦个烦，烦母子喽！小胖子，咱就在这等着，在这里等他呀，等他回来，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咋说你就咋说，我就不信我这小子的尿弄不出来。学生姐，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高夏，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可爱。你看你，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的可爱看不到，但是旁人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一开始你是武功高强、威风八面的英俊少年，一转眼呢又变成了亭亭袅袅、婀娜多姿的美少女。烽火连天蔽日月，驰骋疆场花木兰。真的高夏，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够很准确地表达出我对你的这种喜欢。雪春姐，其实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羡慕我吗？嗯，你长得那么漂亮，又是念过大学堂的人，本事又那么大，你和康队长在我心目中是我最最敬佩的人。我们是不是在互相吹捧啊？不是，真的不是。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当时我就想，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要当着你的面说出来。我知道，刚才跟你开玩笑呢。雪晨姐，我真的很想很想认你当姐姐。不是一直都叫雪春姐吗？随便叫和认是两回事儿。你是真的想做我的妹妹啊？嗯，好，我也想认你这个妹妹。以后啊，我要给我找一个很好的妹夫。你看你。上叫好电台，跟司令部取得联络。是。老哥，老毛子兄弟，坐。你这是兄弟，我。
能问你一件事儿吗？你看你，这咱们谁跟谁呀？你说。我是想问你呀、啊，你说这小日本，他还能长得了吗？老哥，你这个问题啊，我看只有司令一级的才能给你道呼明白。我是在想啊，我岁数大了，这黄土埋了半截子了，死了也就算了，可我的夏儿他还年轻啊。老哥，这个事儿啊，我李万年敢拍着胸脯子跟你担保，别看小日本现在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他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不信你看着，胜利的日子不光你的下人看着，你指定能看着。这就好，这就好。好，听从你的安排。那，你从这边回去，我从这边回去。你绕远一点，咱们啊，好把时间错开，千万不要打扰任何人啊。好。手举起来，把绳子慢慢转过来，给我转，给我转。哎呀，是你们俩闹什么闹？哎，谁跟你闹了？哎，啊对，甩一个甩一个，你给我回来，闹了。哎，转过来，转。马一砖，你知罪吗？知个知。二位兄弟，二位哥哥，我怎么了？我你咋的？你说你咋的？啊！我现在要把你带到康队长那儿，让他好好的来喂你。哎，这次你们凭什么把我带到康队长那儿去？我怎么了？我你咋的？啊，你咋的？只有你知道。我今天要割袍断义，大义灭亲。灭亲，一刀两断，水火难容。妈的，我都根本不算了。我怎么得罪你们了？哎，好呀嘞，这个很硬子。哎，不要动。这是证据，铁证如山。我跟你说，如山。我你啥你？哎，就是啊，是吧？刚才干啥去了？我拉屎去了。拉屎？对，我拉屎去了。哎呀，拉屎！这红戳子应该戳在钩子上，咋戳你脸上呢？哎，就是。讲。我走，带我们到你拉屎的地方看看。干！屎
就是屎，那屎有什么可看的？你们不嫌臭啊？我不嫌臭，我们还要闻一闻呢。我们到底看看你拉的是啥屎啊？看看是红的还是绿的？走，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嘛？你给我们从实找来。你们到底要想听什么呀？哎呀，啥猴子啊？不能再个再。你不要撵他，让我喂他。嗯，你不要喂。哎，咋的？你疯了？啊！我这是疯了，你看了，你把他吓得都尿裤子了，你还没完没了的。上级为什么不同意我立即清查那个潜入到我们马帮中的那个富士山真神呢？斩断这只黑手不是对我们完成任务更有利吗？难道上级还另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意图吗？真是夜深人不静。小九，哎，队长，下课了，你去收拾好电台，我去叫一下他们，马上准备出发。是。调皮鸟怎么动了？小小，出发了。来了，他啥病了吗？吃药了。我同志，来，喝口水嘛。不管你个怂样子，我哪惹你了吗？冲我发啥无名火呢？我烦你。我咋了？啊，还是为昨天晚上的事是吗？太错了，杀人都不都整屁事，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吗？对，这我都知道，但是你不要忘了，那家伙脸上的红印子，这里头问题可大了。印子鲜红的，这里头没有问题才怪呢。马上就要问出来了啊！费了多大的劲就要问出来了，是让你一搅和，全给搅和黄了。你搅和啥呢？啊？我结巴，结巴子，我结巴同志，我恨你一辈子。哼，别说我。怕人家吓得都尿，这尿裤子你就心疼了心软了啊？对，下不去手了。我跟你说，当男人就得心狠一点，你知道吗？我狠不，我肉皮上，看不起来也得狠。我跟你说，咱俩早晚的倒霉在这小子的手上。我把这话撂在这儿，你不信看着。
花开花落的传说。你是否听到江岸对面的歌声，歌里的琴声还是那样悠走着情到深处的故事。春归了呀，夜、yeah。